关于这个文贵爆料啊，这个尤其是这个文贵爆料过程中碰到的一些所谓的民意人士受伤害这个问题啊，这个完全要看你怎么定义哪些算民意人士。如果夏野良算民意人士的话，那他确实是受到了重大伤害。老夏已经被这个锅粉打残了，彻底废掉了。半年之前，老夏在微信群里和涂春华战斗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气啊？反共人士都站在老夏一边，现在支持老郭爆料的人都把老夏看成一个小丑，老夏的表演也确实像一个小丑。你看看他今天自己做的什么视频。前两天一个叫小旋风的一个推友发了一个特别幽默，他就说夏野良这个转的都是推特战绩，推特战绩转的都是这个博讯美食希诺转的呢都是这个李卫东转的呢都是这个张立凡张立凡转的呢都是夏野良。你看这一圈人啊，小丑啊就是一个这个谣言传播机自己这几个哥们玩没关系结果害了藤彪藤彪呢因为相对比较年轻在这个圈子里混的呢比较短，结果藤彪弄了一个这个乱伦被老郭给抓住了。藤彪这个人啊，对我来说算一个年轻人了。我在美国见过他，他都是这个，平时呢少言寡语，眯缝眼，自己很有想法，而且很坚定。以为是素质很高的一个人，可是在这个乱伦这个事儿上他自己呢，现在还坚持不道歉他自己给了一个解释，解释是说就是引用了类似推特战绩那些王八蛋那些造谣的人的一个假音频，这个假音频当中涉及到这个王艳萍这个就说到这个大概是说是老郭的侄媳妇这个侄媳妇。可是人家今天老郭的这个回答太漂亮了，把这个藤彪律师驳的是体无完肤藤彪。藤彪这一个博士又是律师又从事人权这么高尚的行业，也还有一定的知名度，这么一个人也是这个中西两边的文化都不陌生，居然犯这样的错误，被老郭这么一个初中没毕业的人驳得体无完肤估计老藤彪这一辈子就甭想从事律师行业了，太丢人了。而且老郭不会放过你老郭都已经不祈求你藤彪道歉了，人只是希望你向公众做一个道歉。藤彪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真是这个，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你引用这些共特这些王八蛋造的这个假音频你多听两段你就知道了，因为前边同样这个家伙造假还公布了王艳萍的丈夫，这些造假的这些共特这些乌龟王八蛋们前不久呢还公布过王艳萍的丈夫，就是王艳萍的老公在国内呼唤王艳萍说你赶快回来吧我原谅你等等等等。人家老郭就问藤彪说你有没有注意到王艳萍的老公是不是姓郭呀，如果他是他的侄媳妇的话，那王艳萍的老公应该姓郭呀，他应该是老郭的亲侄子才对呀，是不是所以你作为一个律师你取证的时候，像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这种所谓的证据那全是扯淡，你一个律师真是丢死人了。其实从技术上来讲这些音频做的都非常蹩脚我拉出来听了两段他是说这些音频
都是偷来的啊，通过黑客从老郭的电脑上拿来的。如果只是从电脑上拿来的话呢，假设这个音频的录制是通过王艳萍的手机录的，那样的话呢，得到的一个音频啊，它的质量，它这个对话双方的这个音量是不一样的。比如讲，王艳萍这个手机揣到怀里边，或者放在自己的裤兜里，那么王艳萍离的手机最近啊，那王艳萍的声音应该是最强。那么对方传过来的声音一定要弱得多。可是这些家伙们放的这些音频啊，都是表演出来的啊，也这个音量一样，而且音量都非常稳定啊，音量很稳定也不正常，因为人说话的时候会走动的时候有的地方就录不上啊，所以就像这种技术性的东西稍微一用心就知道是假的。这些这个视频啊，这些推特战记，他们这帮家伙们放的时候呢，一出来的时候啊，大家很多人被震惊了啊。我问过老郭，老郭说不是，排演出来的，表演出来的啊，就是有配音演员做出来的啊，不是说从老郭的手机或者是老郭的硬盘电脑硬盘里去通过黑客偷走的。我当时啊，在推特上曾经这个悬赏过，我说我哪天中午呢，我要啪啪啪的时候呢，我故意把手机拍着，也就是说我的手机里有这个录音，如果谁推特战记也好，他能够从我的手机里把这个我的啪啪啪的声音拿出来，那么我奖励$10,000啊。这个悬赏从来没有人这个答过，因为这个苹果手机啊很难偷走这些东西。我的那个悬赏呢，是为了证明从我的手机里偷不走啪啪啪的录音啊，就是是要悬赏这个东西，是鼓励那些有本事的人非法到我的手机来盗取我的啪啪啪的录音，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拿走。今天夏一良呢又学我啊，这个学我呢，他是说呢，证明老郭的那些音频都是真的啊，都是真的啊，说是如果不是真的话啊，谁有本事你造一个我夏一良的，你造一个试试看。他给这些反对夏一良的人出了个作业题啊，谁吃饱了没事干，伪造一个夏一良的音频啊，让夏一良来见识一下，就是夏一良的音频也是可以伪造的。你谁当然了，夏一良那个教授这个没有悬赏，悬赏是零，谁吃饱了没事干谁就给他做一个呗。关于老郭和民运的关系啊，还有这个老郭是不是反共啊，你从这些盗国贼啊，你从这些推特战记夏一良这些人这么搞他，你应该能知道啊，老郭没有别的路啊，他一定是最终走上反共这条道路啊。我曾经说过，老郭是他不是人的，他是一个妖魔，也就是说他是一股非常神奇的力量，你不能够用常人的这个知识去解读它啊，那样的话呢，你理解不了它是神出鬼没，这个指东打西啊，这个你它这个魔力啊，你这个是100年来咱们中国没见到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2017年注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说呢，对老郭呢要保持信心。他会做一件大事儿啊，9月1号他就要做，咱们拭目以待。口说无凭啊，关于这个电话录音呢，我下面给大家播放一段我今天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我顺便录了一下。你能看到啊，我的声音的这个音量
和他的声音的音量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谈的是新疆维稳当中啊，这个高官怎么样从中央骗取巨额经费，然后把这些经费呢通过合同的形式给一些所谓高科技公司啊，等于是坑国家呗啊，安了很多摄像头，采了好多维吾尔人的这个 DNA， 都是打着高科技的名义啊。这个有兴趣的听，没兴趣呢只听一听这个下面这段音频的这个音量的变化，我的音量和这个记者的音量，这是通过电话啊录的音。布杜贝县已经给这个新疆好像喜人公司，它是一个高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公司，他给了这个专门这个布杜贝县的这个安全监控系统建成一个完整的和跟这个网络一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技术围城的一种技术项目给这个公司，然后就这个公司已经很大的参加这个新疆的其他的这个阿克苏和和田的这个加强网络和监控的公安的各个这方面的各种工程系统，就因为这种现在中国正在加强这个在新疆的这个从好几和高科技来控制这个一般这个新疆人的各个活动的这种措施，您如何看对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一般的这个个人自由和他们的生活的影响？首先啊，我跟你说啊，中国政府控制言论可不仅仅是在新疆啊，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摸索实验加强新的控制措施。你一定看到了微信微博推特上大家传的，就是现在大城市的地铁站他们要抽查手机，就是随机的抓人，说把你手机拿出来扫描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内容，有内容就有问题，这个不仅仅在新疆，只不过这种做法，侵犯人权的做法，可能是在新疆提前做的，因为新疆涉及到所谓社会动乱啊什么的，绝对不仅仅是在新疆搞，全国各地他们都非常认真的在推广这些东西，当然这个推广的范围可能没有在内地可能没有新疆力度那么大，而且新疆可能还涉及到一个民族问题。他们可能对新疆的这个维族人啊或者哈萨克这种所谓的少数民族抽查的更严厉一些，更狠一些，可能我想大体是这么个情况。从总体来讲，在全国中国政府正在加紧收紧对于言论的管控，这种管控的措施是可以说超出了过去的胡温时代，也超出了这个江泽民那个时候的时代，就是言论现在面临着一片消杀的这个情况，中共高层的应对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对，就是这种对个人自由的影响，你会如何看？这种超出和高速的监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新疆的南疆和这个乌鲁木齐周边各个县的，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布杜贝县。布杜贝县的主要是汉族人口是大部分，但是那边有相当的这个回族和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他的这个民族背景比较复杂，但是他们已经出了一个县已经出了这个4亿人民币，跟这个喜人公司搭了一个合同，然后就喜人公司他们已经专门负责安装各个道路、村镇、巷和清真寺和其他的这个教务安装这个监控，然后把整个监控系统变成一个整个的一个系统，然后直接的控制，从县公安局指挥中心这种现象您如何看？对这个当地这个个人生活和人生自由的影响？这个影响从我的角度来讲当然非常清楚，就是现在中国政府的做法
完全是违反中国的宪法，致中国宪法所写的那些捍卫人权的那些措施，比如说35条啊，宪法很多条是是要保护人的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隐私权都要保护的。但事实上，现在中国政府在每时每刻的违反这个宪法，当然了，这个和世界上的主流文明和普世价值，和联合国的这个各种人权条约，也是根本对立的啊。他们就是要不讲理了，因为他们窝着枪杆子，他们在新疆想搞什么政策就搞什么政策，他不需要新疆各族人民的同意啊。这就是，所以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郭文贵说是盗国贼劫持了国家，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从金钱上来讲，我们的钱都被盗国贼劫持了，可是从个人尊严啊、个人自由和赚钱的这些机会啊，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么他们要在新疆就是要装这些系统啊，各种先进的系统，他们就随便装啊，他不需要新疆人开个大会表决通过一下，不需要。你讲的这个装这个系统啊，我的直感，这么贵花这么多钱装这个东西，我的直感就是他们的维稳的这些人搞腐败，因为这个系统花不了这么多钱，可能一大半这个钱他们贪污了，他们这些搞稳稳的当官的把这个钱捏下来贪污了，然后带着小三儿，带着自己的孩子私生子悄悄的移民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些民主国家去享受他们的后半生。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所谓维稳的真实面目。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政府的各个权力部门都是腐败的啊，都是超级腐败的，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啊，就是糊弄中央啊，递一个项目上去，这项目花比如说几十个亿啊，就把这个数字写得越大越好，显着可以把问题解决得很彻底啊。所以实际上就是一方面这些当官的捞钱，从中央搞钱，另一方面呢，他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其实前一段时间，大概一两个月之前吧，我记得你们台还报道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新疆的这个公安厅啊，要抽这个血样，要所谓建立这个 DNA 的这个DNA 的这个血库啊。我是学生物化学的，我一看这就是个骗局，这就是新疆的公安搞维稳的那些人骗中央啊。因为这个新疆搞有独立，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他主要防范的不是新疆的汉人，他防范的是新疆的某一个民族，比如说维吾尔啊。这个通过 DNA 呢，好像说起来能够在公安部啊，在这个国务院啊，在中共中央那儿能够得到批准，因为别的省里没有这个条件。因为像山东、河北，这都是汉族嘛，汉族 99.99% 没有意义。哎，新疆可能百分之多少多少是维族，哎，他们可以说服中央说，哎呦，我们建一个 DNA 的这个血库啊，这个是可以抓犯罪分子、抓恐怖分子，特别好抓。其实啊，这就是扯淡，完全是骗公安部、骗中央的，就是为了搞钱，他根本无助于解决真正的民族矛盾和这个民族的这个分离倾向，这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当然是侵犯隐私权了，
当然了，他实际上这个，另外我还得给你提醒一下，不仅仅是在新疆装，全国各地都在装，这是一个庞大的所谓的金盾工程的一部分，就是说他们的最初的理想是这样的，就是说中央领导坐在公安部或者国务院的办公桌上，啪啦一摁一个电钮，一点一个鼠标，任何一个省、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甚至一个村，镜头哗啦就拉过来了，立即就可以看到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一种非常乌托邦式的中央集权的美梦，就是说习近平可以坐在他的办公桌，想看哪个村子街道的情况他就能看到，他可以调集部队过去，这个是最理想的一种情况。他们当然是朝着这个目标在安装这些东西，好多地方已经装了新疆可能我相信有些比如说出事比较多的地方他是装了很多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就是一个自己糊弄自己。第一，这些所谓高科技的监控设施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定期的去维修。第二，这些所谓高科技的东西都是大部分都中国造的外国的技术中国造的，都是劣质产品，平均大概不到一年这些设备都需要更换和维修。它事实上呢，它中央这个钱是拨出去的，那些维修的费用全部都被各个层级的官员给贪污了，维修的费用根本就不够。所以说这些设备真要说发生突发事件，90%的以上是不工作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发生了这个盗窃案件比如说车被偷了，明明那个地方有个摄像头，你去到公安局要那个摄像头要那个录像绝对没有，他不会给你的，没有，很可能就是没有有的时候杀了人之后，那个小偷犯罪分子逃了，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个录像根本就不起作用。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这个社会已经腐败到了现在这个程度，当官的就想尽一切办法赚钱捞钱寻租，有些奸商注意是有些奸商打着高科技的名义去跟这些当官的投其所好，弄了一些完全假的项目，包括那个所谓摄像头那很可能就是个假的，装在那儿根本不起作用。另外他即使是真的是真的，假如说人家犯罪分子想做点事儿，比如说人想干点什么事要经过这个地方提前侦探好了采线，发现这儿有个摄像头，提前可以把那摄像头这个废掉给他把他线给他割掉，一点不起作用嘛。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一种所谓官僚治国加上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实现了习近平的皇帝梦，他就要搞这个东西他不是说花精力去真正研究中国的问题，比如说新疆到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不满意，为什么有些人要去搞破坏，要杀人放火，他不是去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找到问题的真正的核心去解决它。他呢现在就是简单粗暴，直接来一个摄像头，直接他设想就可以随时抓你，我就可以抓你，他用这种办法呢，这个就是早死这个就是只能说加速这个政权的死亡。您的意思是，就是虽然你安装了这种系统，但是你这个系统还需要你正常的工作，你需要维持它的正常工作，你必须投入更大的武力和钱，必须要投。是的，如果你只需要是这样，对，需要技术背后的大量的人力技术支援，定期的去，他得派人派技术员爬上那个电线杆子去维修有的时候他就是不工作。咱们的手机咱们的电脑不是用人也突然死机了吗？他那个地儿一死机你根本就不知道吧，对吧？他其实是有严重的问题的，他这个东西靠这些东西是解决不了中国的社会问题的。中国的社会问题如果是中央能够广开言路，能够让老百姓自由的发言，问题的根源很容易找到嘛，那么下面你解决就是了。他们现在不走这正道，他走这些歪门邪道。歪门邪道呢，也是中共的高级官员、中共的贪腐集团和这些奸商想出来的就是为了套利，从里边捞钱。你刚才提到了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再说
比如说他安装了，然后各个教一个县的县和镇的这个教务，连这个厕所的这个啊门口也安装一个监控器，这对公民的一般的，比如说新疆那个胡同县的，对和公民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隐私权，是否比以前更大的就消失？肯定是侵犯隐私权的。这个厕所装这种监控设备是违法的，是严重违法的，在任何一个文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违法的，在中国也是违法的。那么他这么做的话肯定是引起公愤，应该用不了多久很快就有人蒙着黑头套悄悄的把他东西给砸了。比如说啊，他已经安装的监控器在厕所，我只能给你一个例子，因为这个监控是无所不在，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县的这个监控太多了啊，是他一般是安在重要的交通路口啊，他要是到处安装也他也没这个成本啊，他盗国贼也得花点钱买一个这个设备，他不愿意花这个钱，所以一般来讲呢只是安装在这个重要的交通路口啊，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录像啊，如果有犯罪活动啊有社会治安的问题，他可以调出来看一看，可以得到一些线索。当然他那个做政治镇压，因为这个维稳啊他们也是不惜血本的，也我听说是陈光诚，山东的那个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他家里就有好几十台录像头监控着他，一年光监控他的经费就好几千万啊，他有的时候这些重点的政治敏感人物共产党也舍得花钱啊。这个新疆啊我相信他投的血本比较大，他可能在很多路口装啊，因为他害怕新疆要出事儿啊，因为他这个文的搞不定只能搞武的吧，他随时用解放军住在那儿，随时用解放军开枪杀人啊，随时可以找个理由找点线索就可以抓人，所以他实际上新疆处于一种半军事管制状态，因为新疆的情况比较特别，有一些像维族人啊他这个反抗意识比较强。但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私人高技术信息公司已经参加新疆的维稳工作，政府我们也刚才提到了已经出了大量的资金推动这个私人公司来承担这个各个县乡镇和村的这种监控啊网络和收集和任何这个社会媒体的这个监控和调查和控制的这种活动。您如何看就私人公司来参加官方的这个维稳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中国做生意的一个常态了，大量的所谓私人公司啊，实际上也都是有官方背景的，他的亲戚可能就是新疆公安厅的一个领导，那么他想赚这笔钱，他就让他的亲戚或者亲戚的亲戚搞这么一个公司啊，把合同交给他，等于是捞钱吧，那么亲戚也会把一些利润甚至一些股份返还给他，这个在中国做生意的常态标准态，所有的地方全国各地都是这么做生意的，尤其涉及到政府的合同，像这种金盾工程啊都是这样的。你听说过那个机场扫描啊，机场要安检那个仪器，就是胡锦涛的儿子干的吧，就胡锦涛的儿子公司嘛，这些东西啊，所谓政府工程都不是简单的私人公司在承包啊，都是有背景的，有权力背景的，所以这个是中国，不我相信不仅仅是新疆了，全国所有的地方做生意都是这种模式，非常普遍。就是说，虽然他们现在最近以来，特别是都推动这个私人公司，比如说喜林公司，新疆喜林公司，它是一个高科技信息公司，它就今年7月3号就拿到了这个胡同底线公安局的这个合同，然后其他的很多公司已经新疆转到新疆从内地，他们已经正在扩张，因为中国有很大的这个。在新疆投资的很大的维稳经费，是否这个关系到这个问题？这个因为高科技公司来到新疆，主要是还是这个他们想要挣这个官方在新疆投资的那些维稳费啊，当然是这样，
一般来讲，像这种模式啊，就是私人有一个看起来是一个私人企业，然后呢得到了一个政府的合同，这个是从东岸经济发达地区这个商人把它琢磨出来的，应该是慢慢的这些人呢，新疆东部这边海岸东海岸这边转的差不多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往这个内地啊，往这个甘肃、新疆啊、内蒙啊这些地方往那儿渗透，所以说你能看到一些所谓的这锡林公司啊这种公司啊到新疆去争取这种维稳经费，下边的这个去挣这个维稳经费，这个一点不奇怪，这个就是所谓聪明人跟这个高官他们合谋做就想出来一个赚钱的办法，这个非常普遍。官方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比较容易还是比较便宜，所以他们就推动私人公司参加慰问。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政治文化，这个他们从来没有推动过这个私人公司参加中国的慰问，或者是任何一个政治性的措施。这个也是这十年二十年的一个新的现象。过去的话，比如说新疆有一个比如说吧，装这个摄像头这么一个工程，他宁愿官方成了一个国营公司啊，直属于公安厅，然后招人，然后拿到经费，然后自己干自己的活，这是过去的做法。后来发现呢，世界上其他国家，比如像美国，他这个只是把这个工程包出去啊，这个政府不负责养这些，因为这活干完了之后啊，你这公司你解散的话，又得涉及到一些人力资源怎么处置啊，你给他付这个养老金呢、保险金各种问题，所以他就学这种合同工啊，就这一个活儿，新疆公安厅的这个维稳的一个活儿啊，承包给啊，他名义上也可以做全国招聘啊，任何全国的私人企业都可以来竞标，当然了，是有关系的，行贿比较狠的，最终得到这个项目，他这个竞标的过程中一定是不透明、不公平的。啊，所以他现在这样比较省事儿，这就是外包合同工嘛，啊，是这么一个，这个也是非常普遍了，因为这个是在中国做生意，就是他都是这么做。现在这是一个现代的一个现代世界的这个非常normal 啊，对，一般的这个商业活动，对对对，很多商业政府需要的工程都是通过所谓民营企业、私人企业做的。当然了，这里面的背后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他们都是保密的，你轻易你也没法揭露他，你得不到证据嘛。像郭文贵这样直接出来爆料的极其罕见，郭文贵这个量级的富翁全国有好几百个吧，你像只有郭文贵敢出来说，就说明大部分人都是悄摸悄的赚了这个钱之后选择闭嘴不说话啊，让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边。但是这个现象非常普遍，就是通过一个私人企业去争取政府的项目、政府的工程、政府出钱，这个当然是赚钱比较稳，比较肥的一个活儿。那么当然，你这个企业主你要拿出相当一定比例的利润，去回馈给你批条子的那个官员，就是要行贿，这就是中国生意官商勾结的一个定律吧，都得这么做，否则你这企业就没有什么活干，你没有。你拿不到合同，你就饿死。现在说到这个维稳问题，或是维稳经费，已经另一方面已经就是另一个就是这个财经来源对于新疆的高科技公司继续存在的一个原因。肯定的，因为现在维稳经费都超过了军费了。在新疆的那个维稳经费的那个比例肯定超过军费十倍都不止，因为那个周围布军大概没有那么大的军事紧张程度，主要的敌人、主要的威胁对共产党还是来自内，就是所谓维稳的任务啊，就是说因为可能少数民族要造反，他们害怕，他们搞不定，关键是。会不会引起专门的这个吃维稳费的一个就私人公司的一种商业的这个运作？早就存在了，
早就有这么一个利益集团了，有，一直是有的。对对，早就有了。那就好吧，非常感谢您李先生您的评论接受我们的采访。好，不客气。好的，拜拜，再见。再见，拜拜。拜。今天是8月28号，2017年，接受这个一个记者 Eric 的采访录音。